农历七月盛大的民俗活动，2018年全台独家神鬼传奇第二波的高调民雄乡大树爷文化祭，8月31号到9月2号，三天祭典，逐天都有丰富的活动。各安排国际天团哈夏克和秋雨乐乐团的演出。啊，咱大树爷庙啊，起庙甲即对有庙甲即嘛吼，已经222档吼，啊是关的内面的这个关顶古迹吼，啊透过咱的这個文化节的这个无形文化资产吼，啊相关的这个活动，我想啊，使到吼咱的整个闽乡吼啊，带动着咱的这个啊宗教文化，啊以及着文化创意产业啊，甲咱物产农产吼，啊甲带动地方的观光啊，每一档搁每一班吼，搁加闹热吼，文化大。视野的一个活动，那人潮都非常的多哈，非常的多。那最主要我们这民雄这个地方，因为配合哈啊年轻人口哈，有好多的大学在这边，所以说我们希望结合哈年轻人对信仰哈也有一个认识哈，然后把年轻人就是说跟我们的信仰能够结合，跟我们产业能够结合哈。另外8月28号暗时8点到9点，会引入最近上夯的3D建筑光雕秀。加油！艺术光雕的手法，把大树爷庙的历史沿革介绍给民众。好，我们欢迎大家哈来参加民雄大视野的活动哈，可以来新港的来玩一下，因为我们新港哈有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活动，包含就是说台湾好行的一些计划案。你看哦，这个原价要3000多块的一个套票，它现在只要2100块，而且目前呢就限量10组，在我们德旺商里在那边购买。对啊，如果说反应不错的话，我们会再请文管局再加码。在台湾。台湾好行故宫南苑线的游客，会当搭配怀旧加加油两日的特票，待伫新港德旺商旅了后，阁骑电动机车到活动的现场，实在是非常的便利。想要知影阁较侪活动的消息，会当上台湾好行活动的网站来查询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